直接拔起来，然后里面的奶嘴是属于软的，好扣压式的奶嘴，所以轻轻扣上去就可以做食用了。所以呢，再就是压住扣好，小朋友呢帮我抬高奶瓶，好抓住奶瓶就可以抬高，这样就可以喂到我们的牛宝宝。可是哦，要先让小明找到奶嘴才抬高喂哦，因为这个洞比较大。哦，你这样子直接拎过去，捏捏会从这个洞里面漏出来，就灌到他的鼻孔，害怕呛到了哈。所以呢，预防他呛到不喝奶的，所以说我们先咬到再抬高结尾。那像就刚刚讲到这一道，你这一场很多有听懂哈。好，那要注意说，因为两只小鸭子刚才在这边。没了。